iStyle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钟瑶。今天的第一个造型呢，他们就是走比较狂野，然后加了一点波西米亚，有点民俗风，所以他用了很多极化的设计，让我们的身体可以若隐若现的讲究女人的一点低调的性感。这样，它是一个长裙，然后再加上流苏，它可以把70年代的一些基本元素，然后混搭在里面。那第二套就是我现在身上这一套，它是用麂皮的 look， 然后用很长的这种流苏，就是让很些基本款呢又多了一些深长的线条。在他们这一些的鞋子呢，也有一些流苏的罗马鞋设计，它可以让我们的搭配看起来比例会比较长一点，这样。今天也特别想要介绍这一款，因为其实我们平常拍戏或是出国旅行什么，我的东西并不是很多的一个人，那我觉得它的大小非常的恰到。它就是它把过去我们看到的那个最经典龙上的那个水饺包，然后用小羊皮的方式，再加上小羊皮做出来的流苏，还有一些小铆钉、柳钉，用不同的颜色然后去做搭配。羊龙上是 Amazon 蜜色系列。我出国的时候的确会一个行李箱，一个大后背包包，然后里面再放一个小包包。就是如果我今天没有要 shopping 的话，我只是去逛个博物馆，或是去小小的买些小东西，我的确会带一个就是这么小的包包。那我觉得 Longchamp 这个是的确是还蛮实用，因为它真的很轻，然后它也很时尚。